据说这个组合可以干死6个禁卫巨人。Got it!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庄。大家都在感叹啊，这个新植物居然可以接住原始豌豆的子弹，那就真的是控场无敌了。那么我就想做个测试呀，看它能干死几个禁卫巨人。前面1到4个都打赢了，那么第五个能不能赢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Nice， 非常可以啊，5个禁卫巨人不在话下。那再加1个，6个能不能干死呢？那好吧，顶多干死5个也是非常厉害了。拜拜，下期再见。点赞关注评论。